由于武汉肺炎是一种投毒行凶杀人行为，犯罪凶手是非常明确的，就是江泽民祖孙三代，加上孙立军、孟建柱、刘文艳、王岐山。所以我现在这里正式通知你，江泽民祖孙三代，带上孙立军、孟建柱、刘文艳、王岐山投案自首去。不行的，把你们处决掉。听懂了吧？逮捕处决掉，投案自首去。